府雕了那个梅西的正脸嘛，然后那个边上的话就拼出了他的那个侧脸以及他的一个强身。因为应该算是昨天不是世界杯决赛嘛，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梅西的，就豆腐雕刻一直有在玩，但昨天就想是不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创作一下，因为我最后倒的是那个酱油嘛，然后刚好算是加油这样子，花了反正差不多一天时间了，包括前期构思，然后买豆腐啊雕刻啊这一块。